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姿荣园长。今天要跟各位小朋友讲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也是艾瑞卡尔爷爷他所创作的哟。小朋友们还记得听故事前要唱什么歌吗？我们一起来唱吧。来听故事，来听故事，就要开始了。大家，大家，赶快坐好，听故事咯。叩叩叩，故事请开门 ，open。从头动到脚。书名页，从头动到脚。我是企鹅，我会转头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长颈鹿，我会弯脖子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野牛，我会耸肩膀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海豹，我会拍手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哦呦呦，我是大猩猩，我会捶胸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喵！我是猫，我会把背拱起来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鳄鱼，我会扭屁股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骆驼，我会跪下来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哈哈，我是驴子，我会踢后腿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大象，我会蹦蹦蹦的跺脚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我，我会动动脚趾头，你会吗？鹦鹉说：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故事说完咯。小朋友，在刚刚的故事里面，大家有没有跟着动物一起做动作呢？啊，什么？故事太好听，忘记了。哼哼，没有关系。接下来，小朋友，请找一个空旷的地方，跟着我们一起从头到脚动一动。你也可以邀请爸爸妈妈一起玩游戏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